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新庄城堡，富邦悍将 Go Stronger Go 悍，悍将在这个周末要跟味全龙队进行第二场的赛。这球被带起来，但是在右外野方向，哲轩已经是就定位了，完成了接杀，一出局。好，投手前的反弹球，这三个球呢就解决掉了左打的李凯威。那郭天信呢，虽然是左打，可是呢他打陈世鹏却打得非常的好。哎呦，真的说着说着就打出安打，他打陈世鹏3.81的生涯对战打后段呢，排兵布阵玩的是很开心。走了，结果打在中线收球刚好二垒封杀，这真的是嘟嘟好的一个接球，那中贤的脚呢就踩在垒包上，卫权的攻势也就因此结束。这球打成了中间方向平飞掉下来的安打，这一次在最后一刻呢，郭天信呢让他在他的跑动的动线上面呢先落地了。这是一个球的速度战，什么时候要真正的拿出来用。这球打得很平，但是会进到手套。哇，李凯威直接下蹲式的接球，富邦在第一局的攻势就因此结束，留下了残垒，一局打完0-0。哦，没有，两个人都没上，有上的是陈思仲。陈思仲上来，对，哎，结果打成了一支，刚好在内外野之间的落地安打。哇，哎，跟你的背号一样。哎，对，好，一二垒之间被打穿了。哦，这是用推打的方式哦。那在球数哦是石祥宇落后的情况之下呢，他反而是打出了一支推打的安打。位的引诱球还是低位的引诱球，低位挥棒落空的三振出局，卫权在第二局的攻势留下的两个垒包的残垒，也错失了得点圈的进攻，比数还是0-0。三局哦，首名打者哲轩呢就获得了四坏球保送，是要碰击你。好，打在棒头上，一个软软的滚地球，收球之后比速度。好，那还是陈思仲的脚先到。有，这球打在游击方向，哲轩被逼退，胜伟呢是滚地球出局。又是一个游击方向滚地收球之后的石祥宇完成了刺杀，富邦在第三局错失了两次得点圈的进攻机会，三局打完双方还是0-0。是144，成了穿越的安打，这个变化球呢吃到了比较多的好球带，富邦出现了安打。这球打了一个冲天炮，仰角过高了，是打到了一个快速球，但是仰角过高遭到了右外野手郑凯文的接杀。这球又是一个冲天炮，这个冲天炮在一垒的领空，陈思仲完成了接杀，是新元旭。这球打得很平，平落下来的安打，好，抓第一球攻击哦，新元旭继上一打席挨了触身球之后，这一打席呢是打出。这个牵制漏球，这个漏球
继续的爱尔兰的跑者前卫跑者国城向前推进，哇，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战术，一二垒有人，那牵制一垒哦，他看起来是有传到清源旭身上啊，对。审判定是出棒了，所以这个打席呢被主审的判决呢给形成落后，遭到三振出局。哎呦，去打了一个挖地瓜，这是一个挥棒落空，这是一个三振出局。挥棒落空，这又是一个三振出局，哇，在第三轮哦，大了，你要去算他的这个挥棒的上下的间距吗？好，这只是一个飞球，这个飞球内野手后退，喊开了外野手，有中贤，哦，中贤喊开两位外野手，完成了这份精彩的接。打进场内，比较弹跳软弱，收得不够干净的结果就是柏林上垒了。这球打得很好，界内好球滚到了墙角下，在两出局的情况之下，要不要继续跑？继续跑，获得了，又看到 stop sign 回去。哦，我的要跑跟不跑的刹车来得比较晚哦。对。局上，这一球折中安打，这个安打球直接获得受益冲本垒 ，two run RBI， 两分打点的一垒安打。酷棒悍将，小将，年轻的董子恩，行啊，在打击区上抓第一球就攻击。突破僵局的安打带打点，没有放过好球。嗯，啊，结果很好，两出局啊，所以这个球让申浩也跑回本垒得分。哇，两个人次打击都打第一颗。嗯，背场，主要还是有一个失误出现哈、啊。嗯，这球又是一支安打，抓第一球带北风，然后前卫跑者董子恩上三垒。出现给判了，这是一个三振出局。不过富邦呢，在第六局小将董子恩安打带着打点，目前的比数是2-0，悍将领先。今天是三个打数没有安打，都是滚地球出局。这球打得很平，是一支安打了。有个人的特色，对。哦，这真的是一颗偏低的引诱球哦。哇，那郭天信现在再次的上垒了，在两出局的情况之下，这球被打得很强。好，在两出局之后，前卫跑者要回来了。那现在卫权攻下了第一分。那既然这个分数呢已经被攻下啊、哦，教练真的就要做决定了。的时间点呢就稍微的缓一下，但是缓一下的结果是这个球进手套，场上的危机呢也就因此而结束。那吉利吉刀的安打带着打点为不差哦，但是打者没有去追。好，点小抛到一垒，成功的触及牺牲。好，现在卫权龙队的追平分由刘基宏所代表的上到了二垒了。飞棒、用一个变化球三振掉了代打上场的刘世豪。没有，
没有呢，就是四坏球保送。所以从球数的领先呢、哦，到几个外角的引诱球、哦嗯，看起来都有想出棒的意思，但是呢，都能够及时的刹住。挥、嗯、棒，三振出局，最后一颗一五二的快速球，三振了，没戏。哇，真的是太扣人心弦的一场比赛了啊！嗯、这两天呢、啊，真的是要击败味全龙队这位这队去年的冠军队，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